调一针，织三针，调一针，织三针。这样啊，这个最后就剩下三针了啊，三针就直接织过来，就按照这个方法，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啊。我们就是，我现在跟大家就是详细的说，好，这边就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说一下就是这个地方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织四针过来，挑一针，然后织三针，挑一针，织三针，然后再换这个颜色的线，换这个颜色的线，然后织一个来回之后，然后我们再继续挑花心，挑花心，我们一开始这边是织了四针，然后我们现在下一行挑花心的时候，就在这个上一行的这个花心的这个中间三针中间挑一针，所以我们这边织四针过来之后，然后再朝前织两针，然后再在这个花心的中间挑，然后再织三针，然后在这个花心的中间挑，然后我们这个织完了之后，这个花心织完织回来之后，再换这个颜色的线，就换这个金丝线，那个 A46 这个线，然后再织一个来回，织一个来回之后，然后继续挑，继续挑，就跟这个第一次挑的针数是一样，织三针过来挑，织四针过来挑，然后下一次再是就跟这个依次类推啊，就知道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码数，我们40、41码的这个是，脚背是织13个来回，织13个来回啊，13个或者14个，反正我们知道13个或者14个来回，就是要知道这个边上，知道最后这个边上是这个颜色的线，是这个，就这个黑色的线，因为两边要对称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织完的时候，织完这个就是要，就是织完这个颜色，然后再织一个这个颜色，织完这个 A9 金丝线的 A90。啊，这个金丝线 A46， 金丝线 A46 织完之后织到这边，然后我们再用这个颜色的线再织一个来回，就是用这个颜色，用这个 AB 线再织一个来回啊，大家就这样织下去。就是有在过程中讲解有就是觉得不懂的地方就来或者多看几遍。我们这边斜面就已经全部织完了啊，就整个斜面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是织了五排花，就40、41码的织了五排花。1、2、3、4，我们现在是13个来回，我数一下，就是加上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就是最后知道这边要两边对称啊。我们这边开始的时候是用的这个颜色织的，然后我们到最后这边织完的时候也要用这个颜色织一个来回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收这个鞋的这个侧面，收这个鞋的这个侧面，就是这边这一边是加针，我们这边就开始要收针了啊，收针。就按照这个，其实跟这边的织法是一样，只是这边是加针，我们这边要收针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一开始这边织的最后一行的这个颜色的时候，是用的这个 AB 线织的，那我们也要用这个 AB 线先织一个，先织四针过来。我们这边不是丢的四针吗？我们这边就要织四针过来，织四针，织完了之后，来我们往回织收针，往回织收针。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然后织过来，然后最后剩下两针收针，就是到反面的时候两针并一针，这样两针并一针收掉，就这样啊。然后我们织到正面的时候，现在就开始换线了啊，现在换线，换这个颜色的线织，我们就双色线织的时候，这个换线都是要织的啊。我们织三针，这是就是一开始织了四针收掉一针，现在剩下三针，剩下三针织完之后，我们朝前织两针，朝前织两针，然后我们再反过来织，在这边的时候，在这一面的时候，这一面的时候我们是丢两针，两针两针的丢，然后这边是加针，那我们织到这边的时候就要收一针，然后朝前织两针，就换正过来的时候朝前织两针，然后反过来收一针，就是相反的啊，但是织法是一样的，一个是丢，一个是朝前织，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然后最后就是到边上剩下两针的时候，我们挑下来收掉，就这样，然后我们再换线，再换线，织下来。好，我们又织到这边，然后我们继续朝前织两针，继续朝前织两针，然后再反过来织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两针收掉，到最后两针的时候都是要收掉的啊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别忘了，到时候两边就不对称了，如果忘记的话。然后我们继续换线，换这个颜色，
直接支过来。好，织到这边，我们又朝前织两针，就这样，一直朝前织啊。织到正面的时候都要朝前织两针，然后织到反面的时候，织到这个斜边的地方，我们就要收针。好，织到这边两针了，我们收掉，并掉。好，收掉。好，我们继续这样，就按照这个方法啊，就是换线的时候到正面的时候都要朝前织两针，然后再反过来织，然后到这边的时候两针就并掉，织到这个斜边的时候两针并掉，一直收到针上剩下26针，就是我们这边一开始的时候起头10针，然后一直加到这边26针。嗯，就是在这边是加到26针，我们这边就收针收到针上剩下26针的时候，然后就把它全部圈起来，圈起来织的收针，全部圈起来织的收针啊，就按照这个，大家就这样啊。我们这边就是这边收针，就是这边收掉了啊，就是一开始这边加针，然后去丢针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这边朝前织两针的这个，这边侧面收针已经收完了，收完之后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全部把它全部织到针上面，就这边一开始呀加针加到26针的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现在从这个26针开始一直全部织起来，然后收侧面，就一直收啊，一直收到这边。第一针挑下来织掉，这个换线的这个双股线的第一针都是要织的啊。就最后这4针，一开始就是换这个线的时候，这个剩下四针的时候，就中间是两朝前两针两针的，是直到最后剩下四针的时候就全部织过来，就跟一开始那个前头尾丢4针是一样的，就跟这边头尾丢4针，我们这边就是织的时候就是也是头尾各就织4针，这边织4针过来，然后最后剩下4针织过来。这个收针就跟那个就是跟这边收针是一样的啊，我们现在只是把所有的针全部织到一根针上面来收来了，收到最后剩下十针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后跟就织5个来回，然后就这个斜就是这另一只的这个侧面就算织好了，织好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后面我就教大家怎么缝后跟，把两个后跟缝合起来。最后剩下两针，就剩下两针也并掉，就是一样的啊。这边就是全部都织过来，然后就开始收针。那我就不跟大家一起织下去了，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一直织，织到最后针上收掉，收到最后针上剩下10针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织脚后跟。脚后跟就跟这边一样，织5个来回。好，我们这边就是这个侧面收针已经全部收完了啊，然后我们后跟5个来回也织好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织好的这个斜面，就是这个太阳花拖鞋的整个斜面。一开始我们这边是起的10针，然后织5个来回，然后就开始加针，换线加针，就是反过来到正面的时候都要加针，一直加到26针。加到26针之后，然后我们开始丢针，就是头尾各丢4针，然后中间2针2针的丢，一直丢到这个头这边剩下4针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织这个斜背的这个花心，我在这边再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，如果你想要用这个红色的这个 AB 线红色做花心的话，那我们在丢完针之后织过去的第一个来回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这个红色线，然后再来做就是做花心的。如果你想要用这个就是金丝线的这个A46 的这个线来做花心的话，那你就这个就是丢完针之后这个地方就是用这个金丝线。是这个第一个来回是我们就用金丝线来织，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啊。然后这个侧面收针，我在就是在那会儿收针的时候就已经讲解得很清楚了，就是这边先织4针过来，然后收掉1针，然后再朝前每次都朝前织2针，然后侧面都要收针，织到反面的时候都要收针，就是织到这个最后剩下4针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全都织过来，然后就这边剩下26针，针上26针，然后就跟这边是加针的这个26针是一样，这边是加针，我们这边就开始收针，一直收到最后针上剩下十针之后，我们这个脚后跟再织5个来回，就跟这边是对称的啊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来缝合这个脚后跟，
就是正面把它平摊正面啊，就这样正面，然后对折过来，这样然后缝啊，在反面缝，千万不要在正面缝。我在每一个录视频的时候，每一双鞋子就是每一款鞋子的视频我都有讲解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录，就是不要缝后跟的，不要缝错了，不要在正面缝，正面缝的话到时候这个后跟的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结，露在外面就不好看了。后跟就这样啊，就直接这样直过来，把这个后跟从这一根针上穿过来，然后从这边挑过来，从这边挑过来，然后套掉，套到上面，然后再从这边织过来，这样织过来，这样就按照这个方法把这个后跟全都缝合掉，就平针的套收法，这样好，最后一针，好，织过来，把它套收掉。好，我们这个收针就收完了，我们拿剪刀把这个剪掉，然后从这边拉出来，这个我们这根线我们也剪掉啊，剪长一点，到时候要压线。就这样啊，我们这个整个鞋面的编织过程就已经结束了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这个后跟，大家看一下，就这样缝合的，这个我们整个鞋面就已经属于完成了，就这样。我们这款经典色搭配啊，就是 AB 那个 A90 加金丝的那个 A46 的搭配，这款织出来很好看的，这个颜色搭配起来，后面我们淘宝店铺上面也会上的。大家如果想拍这款材料的材料包的话，可以去淘宝上搜索巧手女工编织坊，然后也可以加我们下方的 QQ 群或者是微信号，到时候到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在群里或者微信上咨询。好，我们这款视频就已经录制完成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